你三十二了，你自己找了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？有你这个条件的人家为什么要选择你呢？你选不选跟我没有关系啊，你选中我清醒一点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就想说你们这些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清醒一点呢？啊，自己什么条件自己不知道吗？你这样容易带坏社会风气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大力士女这么多都是被你这种人带坏的，你知道吧？有一年了，她今年都多大了，她还有几年了呀？你买她回家有什么用呢？意了，我这个人没有道德，不要妄图用道德来绑架我，我也没有素质，你骂我我一定会骂回去。我找玉皇大帝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那几个天天造谣污蔑诽谤的，看好了，我家的祖传技能我只秀一遍。等会你干嘛？我听干嘛？我听干嘛？我你